We invite your passengers to say that Taiwan will be receiving 750,000 doses of the vaccine as part of the first tranche of doses. 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将台湾纳入最近宣布的这个疫苗捐赠计划。Taiwan will be receiving 750,000 doses of the vaccine as part of the first tranche of doses. 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将台湾纳入最近宣布的这个疫苗捐赠计划。谢谢郭台铭先生非常积极的办理这事情，相关的资料也送达食药署，那目前正在检视相关的资料。大概我想我们也谢谢郭台铭先生非常积极的办理这事情，那中午相关的资料也送达食药署，我们也收下来，那目前正在检视相关的资料，好，那有什么情况我们会保持这样联系，好，来协助这件事情让它能够顺利。